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，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孤单行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0977-1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0977-1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有按小学同事林彪的订正的电话台北公里0977-1138，来阿宏继续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陪伴新闻呐。无真相，绝对无爱和解。啊，是安奈安尼？这李婉玉，今日要告一周刊啊啦。那么新北市前马美女议员李婉玉，伊的这个称脚了吼。风波继续啊咧延烧呢。那么一周刊今日惊爆，伊甲刘建国已经分手啊，导火线指向着甲个孙阿娘你个吼，啊刚食一支冰淇淋呐，伊个这个情立委张淑文。分手两个人，哦，啊来销量 QQ 六六，也会顺安尼啊，闹到建国的去安尼。李婉玉今日下晡民事破门就反击啊，谴责周刊荒谬的这个报道，全部
做假，哈、啊，伊会顺安尼，讲今日一定要提告，啊，无真相绝对不爱和解。那么李玉、李婉玉的这个民书内容伫个讲啊，连老建国什么靠生的这个朋友，带回应，啊，拢是假的，啊。完全无这个代志，痛铁吼，周刊。那么到底要抹抄，我到什么甲甲什么款的程度呢？啦，文的尾啊，搁甲提起对这个这一边一周刊也这个报道。伊不当的这个应用，吼、哦、应用涉及人身的这个攻击，过度扭曲伊的这个调化，的这个内容安尼啦，为海员自身的这个名誉，今日就会提告，绝对无爱和解啊！啊，彭哥这个记者向李婉玉电话的这个查证啊。那么，伊正是讲要告，吼、哦，要去告。不过吼、哦，要等下晡两点半，啊，甲律师讨论了后，吼、哦，要向外界，吼、哦，才要向外界，啊来告知，吼、哦，倒一个要往倒一个所在去告，安尼就对了。那么还有另外，这个红心 A 哦，根据李婉玉来讲啦，伊讲老的吼完全消失，声明写这个声明稿，唔是伊写的。那么李婉玉阴暗独家现身，敢那长了吼，敢那长。独家现身，这个彭哥，红心的真实真心话大冒险，以这个节目头一遍公开说明。当主持人问刘建国在民书伊的这个相片事件了后，是不是讲有联络啦？那么你承认讲？这是伊第一遍抛比较的亲密的这个相片，但是事后老的伫个几工啊，一直有联络啊。这其实是正常的啦，因为吼、哦，阮做伙吼、哦、是足久啊，吼、哦、足久啊，即个一段时间啊，阮是真稳定啦。伊感觉讲，这个相片还阁袂歹个，啊，上解气的就是讲哦，为什么牵涉有三个这个囡仔，有家庭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人安尼啦？那董主持人问到为何老的要伫个记者会顶头做出切割呢？李婉玉就表示了啦，伊是恁的这个啊，哦，迄是恁的这个感想。讲什么？李婉玉的破文无特地回应，啊，佮有第二个这个时间，而这个声明稿的交往，吼、哦，这是伊这个办公室写的啦。因为伊是一个非常古墓，而这个双鱼座，哦，根本是啊闭起来啦，电话嘛无爱接，完全消失了。哦，这是有关，拄则咱伫个讲的彭哥伊的这个访问李婉玉，啊，李婉玉伫个红心 A， 吼、哦，也会顺安尼啊。这个
独家献身，吼、哦，那么伊所讲的，哦，提供给大家，伊的这边正吼，迄、那个两则新闻无同款，伊的这个人报的吼、哦，这个是这个，我看。对啦，一个是彭哥，哦，彭哥，啊，一个是，啊，这嘛是彭哥，红心 A 这嘛是彭哥，哈、哦，哦，一周刊呐、啊，哦，一周刊个彭哥，哈、哦，好嘞，到这结束其他的收尾，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所以我常常在讲哦，这嘛社会实在是有够乱。是是非非，对唔对？起码你甲看，到哪有甲社会安尼？哎，好啦，听首歌，啊来甲结束。啊，来，好啦，快乐的马车甲弹落去。再见，拜拜。跑过山峦，寒流的芬芳味，春风吹散盼春天，天都画面。人生难逢快乐时，应该花开青春期，我就有你。无论到海角，也是到天边，马车跑过海边，青菜田风打满天，夜色海风含水气，闻着新鲜味。青春难逢我破时，双人合作唱歌时，我就有你。心欢喜，无论到海角，也是到天边。马车跑过过市，铃声响四边，风南烈如何情意，两家好情绪。人生叹着青春期，难快乐等何时？